很不幸的选到了我最喜欢的宫崎骏的这一首曲子《天空之城》，你第四个音就弹错了，对，然后后面就太紧张了，节奏怎么都错了，哦，然后我觉得你既然是表演乌克丽丽，现在要做这件事情，你就不可以看谱，对，你要练到你无法看谱，纵使你要看谱，也不能看你手的位置。